can't stay. 공부반지. This is the sanctuary of truth. Thai is called Prasad Satyatham. How do you say temple in Thai, baby? What? How do you say temple in Thai, baby? What? What? Baby, 这个真理是里面真的有真理吗？真正的真理在你心。那如果真理已经在我的心里了，我还来这里干嘛呢？看雕像啊。为什么在这里看雕像呢？别的地方也有雕像啊。这里的雕像比较多啊。那这里的雕像有真理吗？如果你心里有真理，雕像就有真理。Garuda, half bird, half man.Hanuman, Jaya Hanuman, Hanuman, Soul Guowang, eh? Ah, 我们现在这个餐厅呢，叫做 Bull Ben 海鲜餐厅呢。叫做蓝阿涵塔勒，蓝阿涵是餐厅的意思，海鲜叫做阿涵塔勒。塔勒，赞，耶！We are at the Pattaya Floating Market, 巴达雅水上市场，巴拉南西帕。这个呢就是 Pattaya 海边，在外面正在下大雨。它泰文呢叫做 Thale， Pattaya 海边叫 Thale Sai。我们现在在 Pattaya Bay， 巴达雅湾，它可以看到整个巴达雅的海边、海滩，还有它的城市。但是可惜的是，今天我们来的正不是时候，刚好就是下雨。Max Muay Thai Stadium. All right, beautiful. Let's go. Let's go.感想？我觉得第一次看这么近。不敢看。他一直很害怕，但是后来他就习惯了。对，最第一场还会被那个铃声吓到跳起来的。最厉害的那个攻击方式是手肘，有两个人手肘被 KO 掉。对。他们脸上都流血，手肘都要流血。对，手肘很恐怖啊，就是泰拳特别的地方。对，非常的震撼。他们其实打得很用力，因为我真的会功夫，我看他们在打，好像不是假的。他一直在我旁边动来动去，这样。我可以想象我是他们，你知道吗？我感觉这个是真的呢。那不是假的，他们的汗跟水都喷到我的脸上。一个比赛跟一个比赛之间，对，他们会有一个跳舞比赛，让观众去 pick 这边的 T-shirt。我的 T-shirt， 很流动，是拖地厅，超嗨的，全场就会站起来，然后看如果是摄影机，他觉得你跳得很不错，可以照着你，然后就会说你是 winner， 奖品就是一件 T-shirt。他的装备，你看他。认真，而且还有直播，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这是你线上付费。它好像有 APP 啊，哦，有。Anyway， 不错看哦。如果你来泰国普吉岛，你可以看这个 Max Muay Thai Stadium。哈哈哈哈哈哈！我那个，我现在IG有一个节目叫《功夫班级》，支持订阅一下。